今天玩金好运咯，真的是很耐玩的游戏嘿。那金好运娱乐城的话呢，大家一定很犹豫说我会先讲什么，对不对？等我一下哦，我应该会先看，我先看看，我先看一下捕鱼是怎么样。哇哦，有点想玩这个哎，《维京传奇六》荒古恶龙。我应该先看他的捕鱼吧，因为我觉得捕鱼比较有趣一点。嗯，哇哦，很像很猛哎。《维京传奇六》荒古恶龙这样子，那这个是什么鬼呢？其实它有1:100是新手在玩的啦齁。先来看一下。我应该可以玩吧。哇塞我怎么都不知道这游戏有这个东西啊，傻眼猫咪。我傻爆眼欸。因为我之前看这个游戏的时候好像没有找到这个齁。因为它是要从选单去抓的。而且它这游戏一开始算蛮大的，我记得好像蛮好得分的吧。然后它里面还分很多炮种。这边你可以自动战斗的样子。哦，你看你看。啊。我要尖叫了。它会帮我玩呢。哦。难怪这游戏这么火红。就是说他可以开 AI 这样子，我天哪！而且呢，他这边有语种的介绍，哦，所以他这游戏非常的非常的火红哦。他这边都写得很清楚哦，你看，也是一个我觉得蛮大作的一个游戏。里面这不止捕鱼机，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玩。哎，看，你看我们的钱哦，就这么溜的手机游戏，你看。然后呢，可以开自动战斗。我觉得这种游戏还蛮吸引人的，就是。我觉得这款游戏它可以说是非常捕鱼非常多的一个手游了吧？你刚才看到那个捕鱼的游戏吗？它其实也很多种原生版。那你看捕鱼大亨最好玩的地方是，你看那个钱哦，它一直维持在一个固定的那个值。你就别，你就觉得看他们在那边跳，你就觉得没有成就感。你看，很帅啊！你怎么有遗迹改哦？你看，你自己选，然后这边有遗迹改。那你可以选快速炮、手电炮都可以改，然后或者是你的那个数量。